我的雨具箱，这个雨具箱里面的鱼竿全都潮掉了。哇，怎么这么湿？漏水了吗？哇，好湿呀，啥情况？我的鱼竿都发霉了。这么多鱼竿全部都潮掉，全都是霉斑，真的太久太久没用了，真的发霉了。今天趁现在太阳好，拿出来晒一晒。去剃个头，把头发两边跟后边修一下，两边跟后面太长了，就顺便去外面吃饭嘛。咱们的小车风吹日晒好两天了，看到没有，汉堡王，咱们就去吃这个，吃个汉堡，然后再去剃个头吧。点了一个汉堡，一份鸡翅，然后一杯可乐。简单的吃一个，然后去剃头。就到这家剃头了啊，名师名姐，就在这边把头发修一下，修完了，我们现在回客，回客回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挺，阿挺现在已经剃完头了，阿挺呢现在是在日喀则，西藏日喀则在等朋友，后天就能到了。今天闲了没事呢，就跟大家讨论一下，大家如果选择房车出行的话，是选择 B 型车还是 T 型车还是 C 型车？因为现在咱们中国主流的就是这几种车嘛， T 型、C 型、B 型，就拖挂咱们就不算。就是在这三种车型的话，大家会选择哪种车出行呢？就阿婷表述自己个人观点的，我个人是这三种车型里面我最喜欢 C 型的，因为我觉得 C 型，因为我觉得反正房车已经这么大了，再多一个额头床又有何不可呢？虽然我是一个人出行，不过我还是喜欢 C 型，因为它上面有个额头床，就是，而且整个 C 型房车空间也比较大嘛，上面额头床，你东西很多的话，你也可以在上面放东西，是吧？自己平时睡得无聊的话，也可以爬到额头床去睡。不知道大家是喜欢什么车型呢？就给大家那个区分一下吧，就现在有很多人搞不懂 T 型车跟 C 型车的那个分别。C 型车呢，就是带大额头，有一张额头床的 ；T 型车呢，就是小额头的，没有额头床。然后 T 型车跟 C 型车的区别呢，就是这样。其他呢，整个箱体呢，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。然后 B 型车呢，就是类似一个大商务车的，就是看起来就是低调一点。但是 B 型车呢，只适合一到两个人出行嘛。我感觉的话 B 型车一到两个人出行最合适的，像我这种 C 型车的话，就差不多一家三口，我给一家三口就撑死了，最多两大两小。因为房车它里面的空间只有这么大，真的它里面空间真的不大，就稍微多个两个人我就感觉已经很挤很挤了。除非你买拓展，除非你买那种拓展双拓展的话，那确实可以带个四五个人嘛，因为双拓展它拖出去的话，它中间这边还可以打地铺，中间它这边的范围就特别特别大。今天边上又来了一辆房车，那个是凯伦宾威的依维柯 C 型，这个呢是开丰田汉兰达，然后床车自驾的内蒙的老大哥俩夫妻。像阿挺这张床呢，就是差不多1.2米，然后乘以1.9米这样子。就最多睡两个成年人，我跟我老婆的话就差不多两个人睡着不急，但是一般的话，我老婆跟我小孩出来玩的时候，一般都是他们两个人睡下面这张床，然后我睡额头床，这样子刚刚好。如果再多一个人的话，就睡起来挺拥挤的。所以说阿婷这辆房车的，我感觉最多就只有
我们一家三口，再多人就很挤很挤。所以大家就千万不要想着自己开一辆房车，就载个四五个人、五六口人，是吧？那真的是，那完全是遭罪，好吧？那完全是遭罪，太挤了。而且大家买房车的时候可能会担心限高之类的，有些人就是担心 C 型房车太高会遇到限高。其实呢 ，T 型车跟 B 型车的高度也不低，基本上两米八左右的吧，2米8、2米7。而且在路上遇到限高的概率，基本上其实就跟买彩票一样，就是纯看运气。就阿挺出来差不多一年时间吧，遇到限高也就遇到过一个四五次吧，就是运气差的时候碰到。一般来说，很少很少会碰到限高。其实限高这一块的话，大家不用特别特别担心。而且到以后的话，像限高这种东西，应该会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像我出来这么久，总共就遇到过四五次，遇到的概率特别特别少。所以说限高这一方面呢，大家不用特别担心。就是我感觉，如果买房车的话，就是如果长期旅行的话，还是建议大家买大一点。但是如果你想那种便捷一点，然后低调一点，然后想那个什么，想自己老两口或者小夫妻出去的话，就两个人的话，那可以选择一些 B 型车。如果喜欢 B 型车的话，那还是可以选择 B 型车。T 型车，我个人是觉得我不是特别喜欢，我个人还是喜欢 C 型车多一点，因为阿挺长期旅行嘛，就还是想自己车里面空间稍微的大一点，空间大一点，自己长期生活的话就舒服一点，是吧？其实现在不是也流行 T 型车吗？ T 型车就是比 C 型车高度低，然后空间呢跟 C 型车差不多，但就是少了个额头床。但是我就是不喜欢 T 型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开个排风扇，哇，今天太阳真好呀，温度贼高。多开点窗，通风。